Hello， 啊，忘记拿外套了。刚刚想说啊，今天有点冷，想要穿外套，结果忘记。去拿一下外套。兔子，要不要看我兔子？不是，不是过来，哎，你妈妈不婆，过来，过来，他刚刚尿尿了，有点臭臭，你看，我的刘海，乖，真真，乖，什么什么？我刘海是什么？有点那个。刘海怎么了？事故仔，好了，成长成长，就是，你看它很大只哎，是不是很可爱？嗯，毛奥利维，嗯，它有刚尿尿过的味道。开始跑了，跑来跑去，很可爱。我今天刘海有点糟，真的，没关系。我今天是用卷的，哎呦呦呦呦，我用卷的，所以它没那么，就是我用发卷，所以它没那么听话，那是正常，是正常。而且我刚才还把它拿开，卷上加卷，好，先这样。QQ 刘海，中分，好怪哦，我今天，哎呦，他在捣蛋。三三，三三，哎呦呦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三三回家，三三哎，翡翠丸在找耶。他真的很坏耶，我先把它放回去。哎呀，云哥在找，气死我了。事故是 ，really？ 在耍我吗？天哪！我不放他出来，我有点担心，就是他会到处跑，乱跑，然后就是，对啊，刚刚找不到他，吓死我！我要回来了，等我一下。OK， 我回来了，救命啊！他真的是，他跟我玩躲猫猫，你知道吗？躲兔兔，他刚就是藏起来。然后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结果他跑到我的那个电视后面，就是那个
冰箱的后面，然后我刚刚有点吓到，因为他一直想要钻进去，然后我一直都不让他进去，然后他就自己跑进去，然后我的刘海还是很 Q， 救命！你看我的刘海今天很热吗？我觉得很冷耶，现在有点冷耶，对我来说是有点冷啊，我觉得那我的刘海为何会这样子？ Hello， 你看是不是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刘海？奇怪的刘海。哎，昨天很热啊！我昨天就是在公司练习，然后我还穿那个白色的帽 T， 真的是超级……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超级热的，因为我们跳很久，然后我也没有带衣服去换。昨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要不要带围巾？因为我有点冷，所以我家这边有点冷，我想说要不要带围巾啊？可是当我在从公司回家的时候，都发现哇，超热的。对，然后其实开播前呢，我很想泡个柚子茶去喝，结果我都开不到我的瓶子的盖子，所以呢，我呢就没有东西可以喝。对。我昨天很想带围巾出去，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冷，幸好没有带，不然我这次会热死在街头上。我没办法想象，已经16号，不好意思，是16号了，然后还是这么的热欸，我有点哇 ，really， 你是在耍我吗？确定16号？对啊，16号欸，16，今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五17、礼拜六是18，对。是有点吓到，怎么现在的天气突然就是这么热？是不是全球暖化？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问题。对，嗨，我昨天去查了那个 Google 的翻译，然后说你的名字是电影的意思是吗？是日文对不对？救命！谢谢颁奖的。浪漫星空，我最近很爱讲救命。谢谢小叶的梦幻星座。Cam， 我开到卫生纸这样子了，这已经有点烂，还是开不到。为什么？谢谢圣诞的红纱线，还有小叶的梦幻星座。兔子，喉咙怎么了？我喉咙应该是卡痰，还有没有开声吧？谢谢 Nina Pen。的小鸡蹦蹦，哎呀，好累，喉咙，我不知道喉咙怎么了，喉咙，对啊 ，frame， 底片哦，因为我怕我念错你名字，因为我昨天一直 vlumu。一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又怕自己读错，所以我下播我就去查了。刚睡醒嘛，我11:30醒了，然后还赖床赖到快12点，真的要去看医生？没有啦，没有，我只是卡痰，你懂吗？哎，我刚刚有喝水，可是还是还开不到这个，懂吗？你懂啊？你懂我的感觉吗？大家好想吃大理石面包的感觉，你们觉得呢？好想吃大理石面包，这很难开耶。我看看看看，哇，咕咕咕咕，哟吼 ，yes， 我觉得我喝了之后应该会比较好吧，我觉得。可是它是甜的，我又不知道，你懂吗？你懂吗？你懂吗？相信各位都会懂。我兔子很想出来耶，它一直在那。
闹脾气，他一直咬东西。他很想出来，我要让他出来吗？可是不是，可是他这样子，我不能每一次都是看他这样，我都让他出来了，这不行。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被我宠坏，对不对？对不对？珊珊，珊珊，好坏，等一下。我就不能让他爬到那个电视后面了，因为那边很危险的，而且有那个电线，所以就是我不想让他出来，是因为他刚刚已经爬在里面。如果我让他出来的话，他应该会再次走进去吧，所以我才不想放他出来。在我直播的时候，我都没办法好好看着他，所以就你懂吗？所以，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我应该先把东西，我不知道。我先把它封起来好。回来了，快气死！我气死啊！他一直发着脾气，对他还不够好吗？我对他很好，这是一个垃圾袋。谢谢颁奖的星座浪宝。不行，他硬要跑进去。你知道我收到我妈妈的圣诞礼物吗？她圣诞礼物就是寄了很多的卫生纸给我，就是就是那种香港才买到的卫生纸，然后真的是很多，我现在有点斜斜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是屏幕变斜斜的，这是 Temple 卫生纸。就是一个很有名很厚的卫生纸，然后他就寄了很多很多给我，笑死，好像很怕我买不到卫生纸的感觉。你准备啊？他好像有比较好，比较精神，而且对有比较好用吗？卫生纸，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点习惯这边的卫生纸，再加上其实我，珊珊，哎呀，好等一下，啊，珊珊准备要来，珊珊，跑进去了，对不起，我回来了。就是有人问说卫生纸有比较好用吗？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比较习惯这边的卫生纸，再加上其实我
我都会擤鼻涕，因为我不是一个有鼻子过敏的人，所以我擤鼻涕的话，其实我用一般的卫生纸就已经好了，因为 Temple 的卫生纸就很厚，你知道吗？一般的卫生纸就是像这样子的，这样子，有看到那个会薄薄的这样子，看到吗？薄薄的。可是像 Temple 的话，我现在开一个，因为我妈妈寄给我的是抽取式的那种，可是我现在打开的是包装的那种，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可是他们的都是一样厚，对，就是有，就是很厚，看到吗？听到吗？哎，对，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差别就是在于，就是这边的卫生纸，就是 Temple 的，就是看得出来那个厚度。然后这个沾了湿的那个水的话，就沾到水的话，它就会烂掉。可是这种的话，它吸到水就很像卫生毛巾一样。它又在闹脾气，对，是不是啊？哎，好，好，我让它出来，等一下它又爬进去。哇，他很聪明哎！你准备了嘞？你看啊，出来！赶快给我起，唔可以，是不是？唔可以咬妈妈，唔准咬妈妈啊！你准备了嘞？唔可以咬妈妈，唔准，是不是？唔可以，唔准咬妈妈，你准备了？准备了，没想，回去。他一直想要咬我。嗯，是干嘛？过来，过来，不要！哎呀，不想对他那么凶，可是他一直想要跑到电视后面。很多电线啊，什么冰箱啊，那种电线，如果他咬的话，就会就是我会很惨。可是他是我。小三，对。被抓，痛！怎么样嘞？嗯？怎么样？你看，看到吗？兔子，这样子。我摸到，如果他耳朵这里冷的话，就是代表他很冷。可是他现在是暖的。他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他变大啊，对啊。他上个礼拜他去看医生是0.38公斤，然后现在是0.46，对。在哪？哎，它是咬我的衣服。它的极限应该就是我的那个柚子的那个罐子的大一点点吧。柚子酱的罐子，就是它，对。你看，看那对比，差不多，大一点点。感觉很舒服。重了蛮多的，对不对？一个礼拜，才一个礼拜。Hello， 小翔，
谢谢阿恩的星座浪宝。对，哎呀呀呀呀呀呀，老师呢？怎么样？很危险啊，他现在。对对对，我有看过兔子像小孩子那么大的。谢谢 Joe 的香槟 Level Free， 谢谢。感觉他的感冒好像没有比较好，就是没那么阿七阿七，你懂吗？吃零食的，之前就是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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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个你知道吗？之前他都不愿意吃零食，就是可能因为太难咬了。对，他有变大，他有变大。兔兔直播，超可爱，有没有？谢谢晴空的红玫瑰。没有看到他吗？我怕你们看不到。太高了，真的。也没有了，还有。我怕有点太高，他下去会受伤。对。以前它就是这么小小的一只，然后现在的哇，长大了，才几个礼拜，就是几个礼拜，一个月左右吧，差不多，好像是。哇，好喝，好好喝。对啊，它的颜色跟我的外套颜色很一样。午安大家。对，是你们看着它长大的。对啊，它只是个孩子。我昨天对他也蛮凶的，因为他一直想要咬我，我一直说不行不行，然后他还是一直咬我，真的是很坏，坏兔子。既然我的歌单里面有《机会的顺序》这首歌，然后我把它按走了，因为没有很想听《机会的顺序》。在咬我的抽屉。其实啊，狮子兔就是Coco， 这是那梦纯那种品种的兔子啊，是小时候超可爱的，那个毛会炸炸的，然后长大之后就会很大只这样。就是会，我有啊，我有跟他说这是不行，然后拍拍他，可是他虽然他是有比较少咬我啦，可是还是会咬。什么嘞？
真牛妈妈，我这样子拿着它就可以跑了。哎，那行吗？救命！他在看 YouTube。吃好不好？我去拿个零食给他吃。这首歌叫做《打上花火》，打上花火很有名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我超爱看这一部，真的是因为它可以一直回到过去，改变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超爱看这部。对。我去拿一下零食给他。我昨天因为我在家里，我是那种不爱穿裤子的人，所以呢，之后我会穿那种 oversize 的衣服，然后或者是我穿超级短裤，然后每次抱他的时候，他在我的大腿上面，他都会一直踩我大腿，然后觉得会有点痛痛的，你知道吗？就是会一直抓一直抓的，对吧？我觉得它要高一点，等我一下，它要高一点，这样子吃你们才看到它的可爱。看到吗？有看到吧？是不是很可爱？嘴巴一直动，谢谢李猫头的探讨你哟。哎，他整个拿走了，给他这样吃吧。他吃得很开心。我还想想那个，你看不看不到留言？他整块拿走了，他应该在咬，还在咬。给我吃，给我吃！哎，你等，来。咬我的那个拉链呢，你知道吗？他差点，就是他以为我的拉链是可以吃的，然后他快要咬我拉链，吓到了。
好了，没了，他已经没有再给他吃了，他已经快吃完了。毛嘞，是你的毛嘞，听不见。喂，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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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唔知啊？好痛啊！咬我，好痛啊！真痛死了！它是直咬的，这样给咬的。毛嘞，毛嘞，嗯，毛嘞，心心乖，食草啦，毛嘞，食晒啦，毛嘞，毛嘞，毛嘞，乖，毛嘞，毛嘞，毛嘞，仲食啊！巨兔，巨兔。好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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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好痛哦，你知道吗？它是它这样，超痛的。它真的吃得很用力，痛死了。地上要给你们看，笑死！给你们看，动一下，动一下，要按什么？动一下，啊，切换镜头，我过去，我过去，等我，等我。你看它，你看它，这是地毯，它在那，你看到吗？你做咩嘞？吃包子粉。你看它，哇哇，做咩啊？嗯。冇嘢食啦，冇啦，笑死！哎，快被他笑死了，吃饱就睡是怎样？哎，切换镜头回来了，会变的嘞，是不是？冇啦，乖，冇啦。好，回来了。看他吃饱之后变这样子，每次都是这样。对啊，他一看到我就冲过来冲撞，像那种摇滚的舞台一样。你们知道什么叫冲撞吗？哎，我很羡慕他们可以去音乐季。虽然他们去音乐季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很羡慕。我觉得我可以再买一罐这个柚子蜜，还有水。兔兔冲撞，它很可爱呀、啊。彼得兔会两只脚走。怀疑他是不是在我地毯上面尿尿？他闻到有味道，等一下再整理好了。气死！我给你好吃的，你再这样子回报我是吗？长得可爱什么都可以，他可爱什么都可以，什么都 OK。听什么歌？哎、嗯，哎、欸、，BNK48 有出过47阶，对不对？
偶像季啊、哦、啊，他们七十七间 ，OK， 这有点可惜啦，握手会撞到，对不对？哎呀，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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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我在讲什么？我生日也撞了握手会，生日很重要哎、欸，生日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吗？不，节日是一个日子，节日。小 P， 我今天的刘海真的是灾难，灾难级刘海。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还是兔子在干嘛？啊，对，我觉得我今天要发那个。谢的照片，因为我太久没发了。那些 flu 的幸运是夜草，还有天边那道彩虹的星座浪宝。来自不同地方，黑 KB 在香港有办过大型活动吗？有啊，我记得有，可是是蛮久了。萨克拉前辈也有来过，就是那时候在一个小小的广场，然后里面还有，官方的店。现在香港已经没有 AKB 的官方店了。但以前他们很常来香港，很常。然后什么楠木板啊，那种也很常来。快结束，快结束了！哇哦，太多地方了吧？怎么没有想在香港组团？这个要问公司，不是不能问我，我不知道。AKB 跟旁白西格龙，嗨，有去过，有入过去朝圣。然后，以前我有跟同学，就是我很喜欢 AKB 的时候，我有跟同学去里面逛过那个店，然后里面就是小小的一间，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在放他们的 MV 这样子，对啊，香港人比较少。人少的话其实很难很难耶，虽然它的地理位置是好的，就是很有优势，可是人不够多。今天是熊熊，我这是熊熊，我这是今天的熊熊。谢谢小雨的星座浪宝。今天是熊熊，谢谢，
世界的丘比特、丘比熊、丘比特，等一下，我看不到字。丘比特宝宝，我看到了，谢谢你的丘比特宝宝。因为我今天也穿得很像熊，今天我觉得还蛮暖的，对，蛮暖的。可是我还是想要穿外套。他进去了，他超坏的，刚一直在那边闹脾气。因为我的衣服，所以让我这个路没有违和感。好想吃大理石呢，可是刚刚已经有吃过东西了。KT48 的新歌是 Knuckles 是 Santa 对吧？明天就会变冷，对啊，明天就会变冷了。谢谢凉凉的枫叶，喝个柚子茶，柚子蜜还是柚子茶？它没有茶。我没有加茶在里面，柚子蜜，谢谢七儿的一封信，谢谢七儿的四个一封信，很多信哎 ，Hello 小光，不想下雨。蛮好听的，明天下雨就不能买大理石面包，说的对，对，哭哎，今天都该买了。我前几天去看，然后他没有卖，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波多野结哥，杰哥不要，笑死！谢谢优犬的戳戳你，戳戳我。又戳戳你，又戳戳我，又戳戳你，又戳我，又戳你，到底是你还是我？哇！你看，我这是奶盖成瘾哎！我真的很想跟你们推荐这家店，太棒了！这家很棒。然后就是我最近也有去买，然后当我买的时候，他说：“哎，你又来了。”然后他已经知道是我，因为我每次都穿一样的。外套还有一样的，衣服，然后去买，因为我外套就很喜欢穿那一件嘛，所以就去那边的时候就，他就会认得到，哦，是我，我又来了这样子。笑死。我很常去买他们的饮料，可是杰哥不要这个红了很，其实蛮久的，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吧，我记得。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生朋友比较多嘛，所以他们就很常就是说什么杰哥不要，杰哥不要。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杰哥不要，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我忘记是不是很久，那影片我记得是蛮久的。
跟我每次去都是点一样的奶盖，对，所以那是真的是从我高中到现在流行，就突然就又流行起来。谢谢你猫头的戳戳你。可是它又不吃那个草，这个给它硬的草它又不咬。我也觉得它是很想磨牙，然后我去问医生，医生说还好，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给它东西咬它又不咬。我有买那个磨牙棒给他，还没，妈妈被奶奶只给你吃的，我有给他咬啊，他自己不咬而已，我不热，你要看兔子，妈妈，哎呦呦呦呦，看到了吧，看到了吧。有点危险，危险动作。哎、欸，差点被它咬了。哎、欸，乖乖，然后吃什么？超可爱！拜拜，魔法小瓜。我也是超想要穿乐天球衣应援的、欸、你知道吗，当我那时候收到这个消息说我们要去乐天球员然后跳应援的舞的时候，我那时候我马上问姐姐说我们是可以穿乐天的应援球衣吗，还想穿那个制服耶、欸、然后姐姐说啊不太确定，然后就说啊我一直问一直问，结果说啊穿制服，我想说 OK 制服没 feel， 可是也是很开心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上面跳舞，对不起啊。想要爬进去，哇！我把它关回来，看谁？他想要跑到电视后面，对，我马上冲过去把他抓回来。
L 的星座浪宝。我怕他要养性，所以我才把他抓回来。谢谢弗鲁姆的行李箱底片。哎，对啊，是他是很爱探险，可是不能这样啊，太坏了。等一下帮他整理一下笼子，嗯，对，今天可以丢垃圾，我整理好的，应该可以拿去丢，就是丢一些垃圾，对。可是垃圾袋还没满，明天也是可以。还有卓一帆，他想说，我刚有个东西很想讲，可是忘记了，算了。然后我想说的是，我又忘记了，真是很常忘记，算了，记起来再讲，想起来再讲，嗯。就是 IG 不是有个人会很常标我们吗？就是一个限动里面标十几个人，那个有人可以阻止一下吗？因为每次你知道，每次看到有人标我的限动，我都很想知道哦，到底是什么，然后内心是充满惊喜的，很想要打开。结果我一打开，就是一堆与我无关的东西，我就觉得 Oh my god， 可以不要标我吗？就是，可是你知道封锁又不好，因为他就是你懂吗？标人是大家的自由，可是呢，我自己是觉得对我来说，这种标是有点很影响我心情，你懂吗？很影响我心情，就像以前的亚树一样，一直标，你懂吗？我是比较喜欢看到有关于我的东西，比如说我的粉丝啊，他什么饭拍 tag 我，然后他发了一个文的 tag 我什么的，我都哇，好想看，你懂吗？我真的很想看，可是就是那个。那个人他标我，他先动标十几个成员，就觉得可以不用标我吗？拜托，对，对，好久没有看到亚树，谢谢。哎，气死，哈。我就是拜托不要的那种是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垃圾讯息，对，因为它的内容是对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可以不用标我，谢谢，对，有关于我的内容才标好不好？嗯。就是关于我的内容标我才有意义啊，没有关于我的内容在标，真是，你知道吗？真的是很，我很无奈，我也很不想看到，对，就是这样子，没错。我真想要跟他诉说这个事情，对，就是这样子，没事 ，OK。这是洗我版呢，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团体很严格什么的，就是当就是不是不能有男性朋友，我跟你们说，
这个世界不是女的就是男的，所以你是无可避免一定会有男生或者是女生的朋友，你懂吗？所以其实我们团没有那么多规矩。OK， 我就先说一下，我们没有不能跟家人以外的男生传讯息。对，除非就是如果你是没有男性朋友的话，你不传讯息当然是OK 的。可是正常的人的社交生活里面，男生朋友、女生朋友都一定是会有的，长辈朋友、晚辈朋友都一定是会有的。所以呢，我们完全没有那个禁止跟家人以外男生传讯息的这个内容。对，这只是，就是你懂吗？没有那么的可怕 ，OK？ 没有那么可怕，对，真的，我觉得其实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正常的社交，这个世界不是男的都是女的，不是女的都是男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然后该遵守的我们还是会遵守，可是没有到那么严格的，是连男性朋友都不行的这个东西，完全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 ，OK？ 对啊，下学一定是会有同学啊，对啊，哎。这是真的是很有趣，你知道吗？有趣，而且所谓的恋爱禁止条例这个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宣传吧，一个特色，一个特点，让大家知道哦，哇，很特别这样子，对，对啊。真是很有趣，而且我看到有人说啊，有个人连什么照片都可以找到。我跟你们说，哎，我这朋友多啊，不行哦，我这朋友多啊，香港朋友多了，台湾朋友我很少，我这基本上就只有团员朋友没有了，不好意思，整个公司都是女的，拜托。哎，然后我以前我这很爱打游戏啊，我朋友多是很正常啊，就是学校的朋友会一直打游戏，然后。不同级的也会一起打游戏，然后当那种什么社团的那种干部之类的，也一定会认识到很多的人啊，对啊，真是太有趣了。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想说你们要不要与时并进一点啊，就是而不是说要骂还是什么的，可是现在什么年代，现在是2021年了，拜托你们的思想要开放一点 ，OK？ 请开放，请把你们的那个塞住的脑袋开放一点，就是你多出去逛逛，多出去看看，去国外去了解一下别的国家的文化，你就会知道，其实你看到的东西太少了，认识的东西太少了，是需要大开眼界一下，就是哇，去看一下哇，国外的哇音乐啊，什么流行啊，哇，看一下国外的时尚啊、设计啊，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哦，自己一直困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自己的小小圈子里面，是有点真的是啊、哦，不够眼界不够开，你懂吗？对啊，真的是要多增广见闻。我建议大家就是除了自己。地方的一些文化要了解以外，也可以多多去观看别的人的一些别的地方的一些东西啊、知识啊什么的，学习一下文化之类的，这样增长自己，增长见闻，增广见闻，增长知识，对，就这样子，哎。而且我们是不会，我们的手机什么的是不会被检查的，所以呢，这因为手机这种东西是属于个人隐私的部分，对，我太无奈了，我看到真的是我忍不住了，懂吗？对，网络言论的下限也是会让人大开眼界，这个我同意。对，我同意。我每次看到一些就是有些人我觉得好、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想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封闭的人哦，
你懂吗？当然是该遵守的，我们大家都会遵守。可是有一些真的是太过于封闭的东西，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团没那么的，就是没那么的，就是这么的保护，你懂吗？对。然后还有个东西我忘记想说什么了，所以当我想起来我再讲。OK， 谢谢大家。私人账号应该看不到，太成人，太成员的话，如果是一些比较有益于我们表演的一些意见啊，或者是一些鼓励性的说话，我们是当然会看啊，都会细看，都觉得哦很暖心这样子。对，这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是那种乱标的，我们也是会看，可是看到就随便按就按走了，就是哇，拜托，不关我的事，不要标我，谢谢这样子。对，基本上其实就是如果是私人账号应该看不到了。对，谢谢小胖子的星座浪宝，还有大家的红玫瑰。对，我建议大家标我们的东西都是有间歇性的东西，好不好？就是很有用处，觉得嫌弃看了会增广见闻的东西，请尽情标我吧。其他的那种真的，你好，早安什么的，就先不要，先不要。今天，救命！如果是私人账号标我的话，应该看不到。对，好啊，这给朋友看什么也好，我觉得只是一个宣传嘛，很棒。是不是卡了？应该没事吧？现在 ，ouch。Why you gonna be so rude？那怎么开通会员？我可以自己开通吗？是，就是我要按什么按钮之类的？我的兔子很安静哎，午安剑骨，你好。他在那个中间尿尿，等我一下。妈妈真是不简单，我冰箱没有东西可以吃啊，不，还有个苹果。待会等一下就去找，他尿在哪里？他以前都很乖的啊，尿在便盘呢，现在在那尿尿。没关系啊，他的尿尿其实很快就不臭了，这只是我打开笼子之后，那个味道出来了。对，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清，我要洗东西，然后也要整理，所以我应该不行。对，他，我暂时是没有看到他尿在那个脚踏垫上面，对，他可能是尿在那个，就是我两边是可以拆出来的垫子，他可能。
就是尿在两个垫子中间，然后我两边都要拆出来洗，所以这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呢，就珍惜每次直播的时间，所以呢，就是等一下再清，对。这首歌原来已经那么久了，2013年。这已经表示我知道要尿在哪了。那怎么教动物尿尿啊？就是猫咪啊、狗的那种。猫咪在床上面尿尿，真的是很悲剧吧？Fiction 是 Beast 的那首吗？哒哒哒哒哒 ，Fiction of Fiction， 哒哒哒哒哒。嗯，那已经那么久了。鸟不会尿，鸟是大便吧？鸟是大便跟尿尿同一个洞，对不对？怎么看他准备快尿的样子，很难吧？我的兔子很乖，它会自动自觉去那个便盆上面尿尿。谁家有养鸟？那个是不是那个？我知道李猫头家有养鸟。鸟就是飞到一半，突然就咻，然后就呜，砸在别人的头上。哦，鸟不能控制自己的屁股。浩也有养鸟，哎，你有养鸟哦？你猫头也有养，你们是养哪一种鸟？小小的那种，还鹦鹉？鹦鹉是那李猫头是养鹦鹉的，养鹦鹉是 young blood， Tsunami，Tsunami，All your life，I'm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onight，You need me，You need me， 呜呼，这是 young blood。其实我最近很爱听那个 main。Skin， 那意大利的乐团。你们是养同一种鸟？你们是不是住在一起？没有，你们看一下，来看一下。玄凤。那种我知道，那种我有试过被鸟粪攻击我的肩膀。嗨，鸟粪在车上很烦，真的、哦。现在是青云，然后再来浩一，你们是不是那种，就是房东租客的那种概念？这是很流行养鸟啊，现在。哇，我的
我兔子超懒的，它现在身体躺在尿盆，尿盆在上面，然后尿盆跟地板有一个距离，是这样子吗？然后它身体在这里，它的头在这里，它是这个这样子的状态，超懒的，超懒。怎么了？他怎么这么懒？我觉得他应该很热。对啊，他超懒的。这个开通会员，好，晚上会看到主题，我可以跟他一起走。放过去的。感觉超可爱的，应该是那种吧，真是那种鸟是那种，这一直会很兴奋的时候，头会一直晃晃晃那种鸟，对不对？感觉就是，我有点热。哇，好热。Show up, don't come up, don't stop caring about me now. Walk away, you know how. Don't stop caring about me now. Pop cats, 谢谢吉米的 Pop cats.流行的曲啊，我看一下 Billboard。原来他开始动了。Oh my god！ Billboard Top 50 this week。看一下什么歌。前阵子很常有那个饶舌的，我都没有很喜欢饶舌的。哎，这种牛仔我很喜欢。I'm begging, begging you. 那个诗人好像已经有看过了，蜘蛛人好像。可是我自己是很想看蜘蛛人啊。
多了很多的这个，多了很多旧的歌出来，然后那个旧的，拍谁是 Do Jackets， Do Jackets， 我很喜欢他的曲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诗尔是不是已经看了，我觉得他已经看了吧，可能不知道，可是我很想看，我不太清楚，可能要问问看。豆浆猫，豆加 cats， 好像蛮适合的。你看一下我的那个，给你们看我本人真身，这是我。突然多了很多圣诞节的歌，很赞。你知道超音鼠吗？就是那个超音小子，龟缸哎，龟缸哎，很多圣诞歌，音速小子。拍成音速小子，我觉得一定要有那个 With you shine with you with you， 就那个 mistletoe， 一定要有 Justin Bieber 的 mistletoe。 好，有圣诞气氛。Bad habits。真不错 ，A B C D E F U。Last Christmas,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said it was right. 豆浆猫。小时候有带过香港，酷哦，酷哦 ，Vroom，Vroom。Last Christmas， 我爱看手机。
心有录，可是没有发，哭。Hot Waves， 你喜欢？我刚刚也觉得蛮好听的。Thank you。第一首是什么？哦 ，Adele 的。赞赞，想听这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我想要推荐给大家，叫做《Products of the '90s》。可以去听听看，赞。Products of the '90s， 就九十年代的产物，应该是说人吧？对。我觉得曲风也很那个吗？很这个年代嘛，就是2000几、2001几年的年代。哇！哇！他有歌词，他有歌名在里面呢。他有说，哇！就是因为 Justin Timberlake 有一首歌很红，就是他们团啊，有一首歌很红叫 This I Promise You。然后 Britney Spears 有一首歌很红叫做 You Drive Me Crazy。然后他里面歌词有说到，如果你讲到 Britney Spears 还有 Justin Timberlake， 所有的东西应该会联系，就是会想，就是你讲到这两个东西，你会想到的就是 You Drive Me Crazy 这首歌，还有 This I Promise You 这首歌。然后他就是他歌词很赞诶，他说 You were talking about Britney, JT, everything that we could be. You drive me crazy, This I Promise You。 我就觉得哇，太猛了吧，太猛了，就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以为他在说一些什么的，就我没有听出来是这样子。我现在看到歌词才知道，我有点吓到。这迷路本人 ，Anna。
我刚刚去啊，不是，我昨天去抢那个，我想买的东西，我抢不到，抢不到。哎，我知道《Say So》这首歌，我很爱这首歌。他唱歌是认他念得很赞，懂吗？就是读得很赞，读字。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feel in love。超难听，我唱的，天哪！Tell me what must I do? Tell me love. Move like a lion and read it. I wanna talk to my mouth like cheese it.Before I lift the train, give me the moment. I let you hear the note. Why don't you say so?Kiss my breath right quick. He ain't never seen it in a dress like this. He ain't never even been in a hot小时候很爱喝甜，长大不爱喝甜，比较喜欢吃甜的。江猫真的是蛮好的名字。对，我喜欢吃甜的配不甜的东西。我真的很幸好我不爱可乐，我超讨厌气泡饮料。幸好我讨厌气泡饮料。
对，爱喝的话应该是比现在胖个两倍。我喜欢喝水，超爱喝水。'Cause I don't wanna lose you, yeah, da da da, I'm begging you, put your love and hand out, baby, begging you。你知道蜘蛛人在香港的名字是蜘蛛侠吗？然后那部新的电影叫做不战无归，这样子，不战无归。香港台湾叫做无家日，无家日，返校日，无家日。等下要去抢，抢买东西，怎么还买不到？没有买监视器。救兵，冲天救兵，抢耳机，抢那个，就是有优惠，就是他以前我忘记他，就是港币好像卖1499之类的，然后如果抢到的话，就是不是是1699之类的，对，然后如果抢到的话，就是999港币这样子，港币哦。Wanna be a master. I wanna make your heartbeat run like roller coaster. I wanna be a good boy. I wanna be a gangster. 'Cause you could be the beauty and I could be the monster. I love you since this morning, not just for aesthetic. I wanna touch your body so fucking electric. I know you're scared of me. You say that I'm eccentric. 而且每天只有5个名额，所以很难抢，知道吗？我已经是一个没办法抢到的状态，对，就是我是一个脑袋想着说应该是不可能抢到，对，所以应该是不会抢到吧，对，所以抢不抢得到我也是已经是没差。对啊，每天就五个。要怎么抢？可是我看之前面面好像有抢到，是虾皮抢到便宜的眼影盆，是打折的眼影盆，所以我也很想抢抢看，只是我会不会也抢到一些我需要，就我想要买的东西呢？就我看身边有人有成功，我就觉得自己也有可能吧，你懂吗？是应该没什么机会抢到，可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期望，的期望。
对，强到的正道，没有强到就没有损失。时间停止，如果可以有超能力，我应该想要瞬移吧，那我就不会迟到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到处跑，不用买机票。Wow. I wish I found some better sounds no one's ever heard. I wish I had a better voice to sing some better words. I wish I could put words in an order that is new. I wish I didn't have to rhyme every time I sang. I was told when I get older all my fears would shrink, but now I'm insecure and I care what people think. 现在是不是一秒一秒的 CD 还没有出货啊？所以就没办法写握手会，还有那个年历，对不对？哭。投机取巧，你知道吗？谢谢班长王小磊，是不是讲？我是讲第二次，我不知道。对，他讲话蛮狂的，他应该也有很狂，然后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会吧？会吧？是吧？他有点不太他的感觉，哦，啊，大哥，天哪！
21 Pilot 也是我其中一个很爱的组合，两个人的组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的歌都很有一种诉说着一些什么的感觉，不是那种流行曲的情情爱爱，是在诉说一些自己的内心的想法、事情之类的。而且他们曲风也很特别，我刚刚那不算是打嗝吧，也不是那种打嗝，我是那种那种打嗝。你说到 Dream Theater， 我好像有看过，好像有看照片有看过，可是歌应该是没有听过吧。他们有比较有名的歌，我可以听听看吗？就是最有名的一首，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之类的。看看，谢谢国书的 Pop Cats。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f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and you put me in the top of the world。 噔噔噔噔噔，噪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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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小时候很向往这种 I'm 16 going on 17的感觉。这个有听过吗？你们很漂亮耶，衣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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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那种简单一点的摇滚，就是因为那个 Dream Theater 的那个摇滚是不是古典有点复杂，对不对？就那种很快的那种。可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是大颗一点的，然后是有点就是哇那种感觉。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对对对，摇滚也有分几种。黑之呼吸，对，那种，对，赞赞。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I'm a long way to run 好赞哦，以前这种真的很棒。我喜欢的是这种，给你们听一下副歌，对不起。这样比较对。Linkin Park 的那种，哇！我这个我也蛮喜欢，这个等一下啊。有这首歌是个香港的地下乐团，对，它的鼓点就比较复杂一点。算是比较复杂一点吧。太小看我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团？这种是鼓点比较大颗吧，我觉得比较没那么复杂的，有一种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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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很快的。我之前有打过那种嘟嘟嘟嘟嘟那种超累，脚会有点不协调，一开始打的时候会不协调，其实还好，对。什么歌是比较鼓点比较复杂？我想一下，是不是？我想一下，想一下，我想一下。这也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我记得是 Three Days Grace 的歌哎，那什么歌啊？那是什么？我连他的音都忘记怎么唱，可是我记得是他们的歌。不是，是 Three Days Grace 的，我记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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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是这 ，Good Life， 哎，是吗？古典。也不是他们比较大颗的。但想不起来 ，Coldplay 的。我也喜欢 Coldplay， 可是不是这种摇滚的，我觉得，对，不是这种，那种，那什么歌？那是，这个，
那个啊，Christy 耶，粤语的抒情饶舌会啊，会。这个吧。其实这个也算比较大颗。这你可以接受吗？Christy 大家都知道吧，他还算优喜的。欢迎光临。想下一天，第一次跟你日中相见。I never left out the night。 I expect that you came into my life just like that without a sign。 月老出来拿起这买了十年的红线。记得 you said you wrote the sun in a game of dice crew。 Come on but the like I say was me not you。 是什么原因让我一直错过了你？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走在一起？相聚离别轮回，不是的距离。我和你Christy, yeah, Christy, yeah, Christy, yeah, yeah. 你知道他原本是一个很多sex partner 的人，然后他遇到他女朋友之后，他就收心养性，就变成一个超级好的男生。对，就觉得哇，这种爱情故事真的是一个人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超猛的。今天是排名，我要去抢东西，谢谢大家。如果时间不够，没关系，我再补回来。第二名是星，谢谢星。第十，星。第四什么也是七，等一下，痴心绝对龙魂，阿翔，谢谢阿翔。现在第十八名的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现在第十七名的国树，谢谢国树。现在第十六名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现在第十五名的玉安，谢谢玉安。第十四名的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十三名的是夜兔，谢谢夜兔。第十二名的是小光，谢谢小光。第十一名的是班长，谢谢班长。第十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九名是 Red， 谢谢 Red。第八名是优犬，谢谢优犬。第七名的是干尾包，多谢干尾包。第六名是 Joe， 谢谢 Joe。第五名是小叶，谢谢小叶。小叶是不是变兔子了？小叶是兔子。酷，谢谢小叶兔子，谢谢第四名的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三名的是 Blue， 谢谢 Blue， 底片，谢谢底片，谢谢第二名的礼貌头，谢谢礼貌头，谢谢第一名的企鹅，谢谢企鹅。如果大家有跟我推荐的所有的歌曲，可以，就是都传给我好不好？我都去听听看。然后我今天尽量今天晚上发一下那个企鹅的那个东东，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文啊，不然我真是太久没有发文了。对对，如果有人用我的名字去投票的话，都可以报上是小迪这样的。OK OK 可以。OK OK 小迪家来投票，大家记得去支持旭的，就是那个麦卡贝主持人之一的那个。他的事，然后可以去帮他投票一下，在浪浪里面。然后如果什么都可以传给我看，然后有什么想告诉我的都可以传给我呢。然后希望大家抢到票，然后不要忘记我，然后记得要写我手绘，然后希望大家还可以期待年历，
的到货，因为真的还蛮好的，我觉得对。然后特点，这恭喜大家有多的特点，赞赞。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我今天的直播，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看得开心就好，就饭偶像饭得开心。然后就是也很感谢大家帮我会做那个生日应援，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可是我知道会有这种东西，可是就很谢谢大家，因为我有看到我的 IG 上面有时候会出现自己的广告，所以我都有看到之类的，谢谢大家那么用心。对，我结尾要说很多事情，对，然后的就是请大家努力努力，希望健人团结，用小人感染世界，就是每一次的舞台，然后多喝水 ，keep fighting to win the day， 就这样子。然后还有的是都要推广我们团体，然后希望这以后有很多机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有什么的，就是都可以传给我哦，跟我分享哦 ，OK， 谢谢大家 ，peace out， 拜拜。要想我没有来的没关系，就是工作加油，读书加油，考试加油，然后过一个快乐圣诞节 ，OK， 拜拜。